再次向这一次电影节所有幕后工作的好朋友们致上最高的感谢之意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愉快，谢谢。谢谢市长。可以有什么？好的，这个先让我们继续完成我们的开幕典礼。你要不要站起来再跟记者讲一下？因为到了口罩，对，你把口罩拿下来大声讲嘛。好，而且尽量到外面去，不要干扰其他观众。对，好，有人来。今天这个大家的时间都要来现场。那个不要干扰其他观众，到外面尽量讲，好不好？我们坐后排的都被干扰了，我们都看不到前面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这个大家，今天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贵宾，我们请市长稍微留步，我们要合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呢再次邀请所有的贵宾跟所有的影人，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贵宾拿着，这不是市长的错。首先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出去了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大声。市长来给我们开幕，还有黄建伟演员，我瞎听，那你呢？市长来给我们开幕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尊重一下，尊重一下，我也有买票，尊重一下。请一同上到舞台上来。那另外呢，还有火火的二人导演花旗巡演，以及制片孙崇化，动情受不了导演大雄明子，受不了，站在星空下演员阿福，叫他尊重一下。还有江湖湖南市的导演，对啊，他说我这样还瞎听。监制徐国伦，以及演员黄帝阳、姚雨婷、阿喜，还有我们的影展大使王静小姐，对不对？这么大声的。对市长在这边这么大声的大小声，舞台来，哇，我们这个市长是不是可以带头带我们一起往前多走一小步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请全部一同往前移一步哈，因为真的有时候受够了这些言论自由，言论自由是爱用言论自由，不是滥用。所有的贵宾们一同上到舞台来，今天呢现场有相当多的影人莅临。来，然后现在下面就是市长在拍照。你有要站坐在比较前方，要站起来拍照的话，可能要请帮我留意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中间的部分有许多的媒体朋友们要拍照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请市长带领着我们现在现场所有贵宾拿着你的雄影扇。来，我现在也去追他。刚刚那个呛市长的女生，我现在也去追他，对不对？这部片子中国大陆不能播，到底跟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今天开播第一天，帮我比个赞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跟市长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正式开幕，三，不要拍我，不好意思。一，好的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片子大陆不能播，跟市长有什么关系呢？问一下好。对嘛？给我们问一下好不好？对啊。没有，中间别人写自己的片子。对啊。大陆没有言论自由，可是我们台湾有啊，是爱用言论自由还是滥用言论自由呢？你问他，他会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心里。你觉得他知道，他心里有数？你还反问他嘞？他是说哪一部？哪一部？他听到那一部啊，就是这到底跟市长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都不懂哎。